其实很多的重赏戏都保留了下来，还原到你不敢相信，突然一激灵，哎，打就打啊，不要破坏公物啊。聚会不无聊，开心到冒泡。酷的聚会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侯明浩，也是王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装扮。大家看到我的鞋吗？对，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可过多介绍的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道士的一套服装。因为我们现在拍摄地就是在龙虎山嘛，然后偶尔也会经常看到就是真正的道士然后在这块行走，因为我就穿着道士服嘛，看到有很多路人就是看我。拍戏之前有做什么准备吗？声音上就是我生活中是稍微低一点点，然后王野但他偶尔是会有一些高的部分。哎，来了来了，老天师您干嘛呢？喂，我说你可真够行的呀。你本人和王爷之间有相似之处吗？跟我还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吧。其实我生活中也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我有时候拍戏收工我就经常喜欢穿那个大裤衩，然后那个拖鞋，包括有时候去机场穿衣服什么的，也是其实不是那么爱打扮的一个人。经常就我粉丝说我能不能机场穿的稍微的这个好看一点。觉得原漫和剧本对比下来有什么感受吗？这次一人之下的剧本我觉得还是比较还原王爷这个角色的，像我们这个剧中有出现的老天师试探王爷的实力 VS 诸葛青 VS 张楚岚，其实很多的重场戏都保留了下来，我觉得特别还原拍摄现场，就极其还原，还原到你不敢相信。如果大家觉得不还原，可能就是我演的没那么还原，不好意思。拍摄方式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偏动漫的镜头，偶尔要演得非常的真实，然后演得像是一个生活中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人。还有一部分就是确实还要有一部分表演要还原动漫，可以有一些稍微夸张一些的演法，或者说稍微偏漫画式的一些演法。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演的一个考验吧。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打三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一躲就打那个石狮子上面了，然后他就突然一激灵，哎，打就打啊，不要破坏公物啊。会有像动漫一样中二热血的时期吗？有，我觉得现在我也挺中二的呀。其实大家每一个童年吧，可能都避免不了动漫，因为动漫就是一个热血的一件事情。觉得近几年国漫的这个崛起确实非常的厉害，然后包括能够遇到像一人之下这样又好玩又有趣，然后同时又有一些深度的这样的动漫，同时还包括很多中国武术啊一些元素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动漫啊。有幻想过自己拥有某种技能吗？我自己幻想过，比如说是会不会能飞，会不会手能伸长，会剑术，都会幻想。如果拥有占卜术，最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王爷他究竟称多少钱，好奇吗？和彭昱畅再次合作有什么新的感受？就是认真散发着不正经吧。比如说就是原动漫他俩第一次相遇其实是在张楚岚和王爷在去龙虎山的路上，但是在这个剧中改成了他俩在不可描述的过程中。就过多的我就不太剧透了，但是就是剧里原就是这个剧本里原本没有的。那你对其他演员第一次的正式合作会觉得有啥感受？袁俊，我觉得他也好像张凌玉这个角色呀、因为他本身就特别高，然后又特别白，然后又帅，包括他也弄了那个白发，然后又衬托的整个人就是仙气十足，就很像张凌玉本人。宝宝也像，宝宝是不管是造型还是他本身的那个说话那个语气吧，都像。然后有时候说话就什么什么美的，要得，什么小的，巴死，就每天现场就这些词儿。经常我跟彭昱畅有时候调侃他，我说能不能多加几句话，因为我们词儿都很多，然后每次我们大段大段就巴死，就一句话，你知道吗？你知道王爷、诸葛青、张楚岚、张凌玉并称一人 F4 吗？啊，是吗？啊，可能就各有各的特点吧。然后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上都能够发光发热。那你觉得你们四个人分别是什么担当？张楚岚我觉得肯定是情商担当，自恋担当肯定是诸葛青。我觉得颜值担当应该给张凌玉。我觉得王爷，我觉得要不然就是有钱担当，要不然就是睡觉担当。你想和王爷交换什么？银行卡。哇呀，
在北京买房子呀。除了王爷最想演的，这不就是谁？没有，只有王爷。如果王爷和冯一浩在现实生活中相遇了，会发生什么？嘛呢？吃了吗？您呢？这部剧是你大哥最神的剧，最自在随心的一个剧。那这个角色是你演过最神的角色？最自在随心的一个角色。如果你被流放到荒岛，只能带其中一个人走，谁带？带冯宝宝吧，他就是怎么说，人活得越老越有阅历嘛。哦，带张楚岚也行，不，说错了，带诸葛青也行，因为我可以不带东西，但诸葛青这么注重保养、这么自恋的一个 idol， 他应该会带10个行李箱的东西吧，所以有他在就都够了。那谁，冯宝宝和诸葛青能选一个？诸葛青吧。可以，他选的刚好也是。啊，是吗？带老王。没有，他说带男的就是你，如果带女的就要带冯宝宝。哦，好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最后用王爷的口吻安利一下这部剧。如果您喜欢一人之下，那您就多看两眼，如果您不喜欢一人之下，那就拜拜了您嘞。